你是几年级？我快十年，还是今年十年？一零年，我们零九，哦，对，差不多，差不多。那、欸、你十年有没有特别的安排给他？母亲节礼物？母亲节有没有？母亲节一般都是跟对方的爸妈庆祝的，但是我觉得今年是比较特别啊。那你们是第十年，还有今年是你的第二个小孩，你说你？对啊，今年母亲节比较特别的。还是要做点别的东西给他。唉，有什么？你觉得呢 ，Jasper？ 哎，对，是有一个。我们三个男人谈一下。OK， 那你觉得我们两个爸爸应该送什么给妈咪呢 ？Give them some flowers, iPhone or shoes. A pair of shoes? Yeah. For what? What is it? 我们现在你帮我们想了，不是？哎，这样子吧，先写一封信，然后用你的歌唱出来那个那封信是写讲什么？哎，我觉得可以哦。对啊。这个、除了作为父亲的我们，有点惭愧。那是为什么会作为父亲的我们是为什么会惭愧？就是因为我们他在付出的精神爱中，我们就完全没有很大的帮助对他。就我们付出的没有他多嘛？一定。对啊。因为她不是全职的妈妈嘛，她又你说又外面工作，又回来又工作，我觉得她是挺辛苦的。除了一份感动，一份感激，其实我们是有点惭愧。好了，做一份记录。搞定，签了。哇，写字都老好。为什么写字写都流汗？亲爱的老婆不，亲爱的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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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婆，亲爱的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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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两个亲啊，对，多一个亲啊，亲。亲爱的，亲爱的啦，老婆老婆老老婆。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啦，老婆老婆老老婆，都已经成为了多年的妈妈啊，妈妈妈。是不是他一直在练歌哎？最怕，他们以为他们是那个自创歌手，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押韵。在未来日子里，我们不能播种地。但是地地能够可以做的没能够可以做的更好呀，嘎吱嘎吱，能够可以做的比以前更加好，能够可以做的比以前更好，爱你们的老公。哎呀 ，OK，very good， 好啊，叮咚，我们不能保证底，能够可以做的，能够做的比以前更好。Oh my god， 更好。这个本来不是一首歌词，其实这个是一封信来的。亲爱的老婆，老婆，老老婆，他，这跟他写给我的信都一样的。老婆，我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开心。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好好好热。他写给我的信都是这样子的。这是 rap 吧？是不是？对，他儿子刚刚过来说这首歌好难听。哎，你们一家人哎。为什么那么难听？为什么你唱歌那么难听？
现在我们欢迎阿呆与阿瓜唱这首清唱了。亲爱的，对，亲爱的老婆，唱多好啊！老婆，可以把你们的歌词盖过去。不知不觉，你们都已经成为多年妈妈。在这段时间里，你所付出的精神和爱，作为父亲的我们，除了一份感动，一份感激。只有一点点的珍贵，这份是你的，我们不能保证你能够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但是我们一定会保证，一直陪伴你们守护这个家，但是我们一定会保证，一直陪伴你们守护这个家，爱你们的老。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感动，好感动。你们怎么会哪来的勇气啊？这很厉害啊，不觉得吗？真的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很感动，好感动，可以变成这个节目的主题曲了。哎，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晚餐准备好了没有？潮州菜，潮州菜，对，是你做的。都是你，不是我做的，是是点的、啊。那个鸭血是不是不是开玩笑？只有那个店才有。嗯嗯啊嗯，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吃，有骨头啊。好，我去看那个《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带孩子，那个 Jasper 很小，然后最后他就你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再参加这个节目，他说他是我老婆逼我来的，就是你经历过这个第一次当爸爸跟现在在等待去当爸爸心情很不一样。你第一个 Jasper 还没出来之前，现在这个状况我是完全是 unknown， 我完全是哎，到底会怎么样的？如果他那天出来是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应该需要怎么样？啊，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就别想了吧，就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又出来就哎呀，哎呦，哦，啊，哦，咦，哎呦，哦哦哦、好了，这是群演的戏吗？咦啊哦，每天看到喝完奶就感觉好像喝醉一样，我。海啊，海爽吗？怎么去平衡那个家庭跟工作上面的 balance？ 在我眼中的他好像长高一两串，但是其实他这里长大的那个空间已经超越我想象了。有个工作我跟他说，要不然就是我自己飞，可能就是你飞的时候我留在家走那个巡回演唱会，有一些点可能他是学校假期，我们就带他一起去吧。就是总是都希望一个礼拜有几天是可以保留一种家庭生活比较正常时间的那种。我也说，如果我老公真的是娶一个比他年轻的小女生回来，我肯定他不行，很快离婚。哈？有一些人啊，就是只懂得怎么接受东西，他不懂怎么付出。所以你觉得去娶她就是最 perfect 最完美的？对啊，就说那个 timing 非常好啊。如果我是早一年认识他，可能对不一定会一起啊。所以大家还是为了 timing 哦，我们大家也是都是 timing， 就刚巧是这样子啊。嗯，我都可以啊，我都可以啊，他都可以。哇，就是说你说那个时间点，反正谁都可以就对了。我没有听你们在讲话。所以你觉得去娶他就？对，我们说这个餐饮比较好，就他怎么对。不要用这招，每次都是这招哦。我觉得结婚就离婚，这个就是一点责任不负。一定有方法去相处，我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常常把离婚挂在嘴边，我觉得是非常讨厌。这个不能说的，很讨厌，就不要乱讲。我们从来不说离婚的。就是 Jasper 刚出生，有没有改变到你生活很多很多？比如说，怎么去带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会很紧张？我觉得我带小孩带的还蛮顺心，就是蛮得心应手的，而且我都不想工作。他们常问我，你觉得你没有代表作啊？然后在之后是 Jasper 的妈妈呀，会不会觉得很不开心？我不会啊， Jasper 就是我代表啊，老娘的作品就是他 ，OK， 我的作品，对，当然啊。我根本没有想要工作，对啊，妈妈。然后这一胎，我老公也是不想要工作了，我们全家都不要工作了。那天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出发，我就看不出来你怀孕，我就不好意思说哎，因为我没有怀孕。啊，没有，没事。你是情人节被甩过是吗？哎，来来羊嘛，他每次都是这一招哦。我喜欢笑，就是他。Hello， 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妈妈爸爸的朋友，朋友就是。叔叔，嗨，嗨，吼吼，阿姨 ，Hello， 你好，嗨，吼吼，那我是 Auntie Miriam， 我相信你可以认得出我的时候，可能你都应该有一两岁了吧。我很想跟你说，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你哥哥也是很爱你，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幸福的小孩子。很快很快，我就可以带我的儿子去跟你们一起去玩。就不用只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游浪。